逛街。哎呦，哪能够可能嘛？我晓得方圆喜欢我，我躲他还来不及。他刚还说要约我，我真不晓得啷个拒绝，生怕他捅破这层窗户纸。他人是不错嘛，但是太没得出息了。1060元。买啥子了？啷个贵？衣服、裙子还有鞋，我看吗？今天过生日。李先生啊，打个折吧。好嘛，欢迎以后常来。走吧，方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走吧，年纪轻轻的。干点正经事，你衣服都打我送你了。饿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怎么了？失恋了不开心啊？你别想了，你俩不合适。是啥子的？连表白的机会都没给我，不都完了？跟你说那些干啥？算了。今天有新鲜牛蛙，要不要尝啥子嘛？一碗小面多。一碗小面。吃炸药了。祝我生日快乐。吃这个啊，吃得饱吗？咱们吃点别的吧。服务员，哇，那么多好吃的呀！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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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个。这还有红酒呢。嗯，哪一年的？2017年产的。2017年。嗯。哇塞，100多年的红酒。啥？没事没事，来一个。好嘞，马上来。那个，我可没钱，请你吃那些。
我说要你买单了吗？没有钱，刚才我给你结衣服的账。我这不是帮你忙吗？你没看出来啊？也是你过生日吧？真是太有缘分了，咱们干一杯！我不会喝酒。今天也过生日，我不想跟你过。啊！哎呀，恭喜恭喜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啊！吃饱了，走吧。我来买单，出去等我吧。衣服的钱待会儿还你。啊，那都不好意思了。
你也住这附近啊？你住这儿吧。啊，孤兰寡女，反正自己好说不好听，生日也过得差不多了。你住哪儿？要不我叫个车送你回去吧。你看吧，男人就是这样。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都好，你能吃是福，能喝是豪爽，胡闹是撒娇，吃醋是可爱。可后来呢，所有这些美好的形容词就都变成了不节制、不懂事、没有分寸和无理取闻。渣男，你还敢说我太粗鲁，说我凶，说我不懂你，说我拳头打人太疼太狠。我一个女孩，我打在你身上能有多疼？分明就是不爱了，烦了，就是不想承受这一切。在这分手吧，我们两个不存在吧。我是说我要走了，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你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。相遇总是不容易，虽然短暂，但是能留下开心的记忆就已经很好了，对吧？至于不至于啊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走半天。给你，本来这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，送给你了。那礼尚往来，我把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送给你。哎，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难过。让时光辜负誓言。
辜负我们的遇见，就这样看着你的脸。可真够笨的，别傻愣着了，赶快回家吧，也别看着我走了，我怕你会舍不得我。未来没有了你多么孤单，能不能够回到拥抱你从前。最好的一首苦笑却一个人，走过去最美好的一生。哎呦，真烦人。好粉丝的二次元小姐姐哦。你是刚才讲动漫解说？你们走嘛，都给我刷一下。我兄弟几个陪你过情人节嘛，要得不嘛？他又是个哈儿哟。你看怎么看？你再看一下。告诉我今天的日期。6月2号。哪年？2020年。Thank you.
I'm trying to go harder than I ever went. Dumber than the precedent. Faster than the warrior. I'm falling like I never spent money. I'm a keto. 哎，你老板呢？你在下边啊？哎，那可不是我点的。哎，那可不是我点的。生日快乐！怎么又是你？也不晓得，又会在那里碰见你。啥事也没准备，也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Yeah! 吹蜡烛。总是喜欢给人惊喜啊！三十一了，祝我们两个人生日快乐！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懒得说了，应该请你上楼喝杯茶才是。没想到你那个强啊！要是真打起来，我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我来，我看。一个单身的大老爷们哈，平常工作忙也没得时间收拾。大哥，你看那些都是我帮邻居们维修的一些家用电器啊，那些都是一些土特产，你可以吃，都是帮别人卖剩下的。我厉害，说实话，平常没啥人来，但是其实还是很卫生的啊。你要不要来沙发上坐一下？没有关系，那要不这样，我去冰箱里给你拿个饮料喝一杯。停电了说。不是啊，罗眼泪啊。你好吗，方圆？我是65年以后的你，别被我的样子吓到。
我之所以买它回去，都是为了保护你，避免成为我的样子。65年前的今天，我遇到了那个倒霉的事故，导致整个人瘫痪，身体的机能一点点丧失，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幸运的是，小时候奶奶花了很多钱给我上了一份商业保险，所以我才能体面的活着。我用尽一生的时间制造出了他，都是为了让他回来，将你从刚才的那种事故中救出来。但那次把你从原本的经历意外中救出来，改变了命运的轨迹，所以未来也许会发生其他不可预测的事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他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。虽然他现在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洋娃娃，但是我为他装了学习程序，他会在生活中不断的学习你人类一样的情感和行为模式，也会根据你的反馈自动更新。阿布格瑞特，从今天开始，他都是你的女朋友。我知道，他是你喜欢的样子。最后，祝福你能活出一个没有遗憾的全新人生。李宁又是要整我。李跟我说，那是啥子高科技的 VR 软件。谁会用这种落后的 VR 技术去整你？当年，你先被吊灯砸断了脊椎，又被拽下的音箱砸坏了脑袋。后来掉下来对面的音箱，砸翻了正在烧开的火锅，泼了你一身。最后，算了。不用描述的那么详细了。那去年我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讲呢？去年我还没有被生产出来。又骗我，去年都是你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是未来的我制造出来送给现在的我的机器人？请不要用机器人这么生冷的词语来称呼我。我的编号是 Cybertech Model Blue Number One。未来的你希望现在的你能为我取个名字。Number One 是啥子 Number One？ Number One 好难记，还不如叫初一，哈，初一，名字很好听，简单又好记。你好，我叫初一。你是啥子材质做的？啷个逼真？我的骨骼全部采用了木星卫星硫矿山上的酪蛋白复合合金制成，是拥有人工智能的超级有机体。头脑是利用了再现人类神经元的超微技术制成的纳米电路集合体，皮肤和人类一样，都是活体细胞。啊，那你身体的皮肤啊，和人类是一样的？那个地方和人类也是一样的吗？当然。浪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，也可以，那个做一些那些事？什么意思？没啥子意思。我都是好奇，所以问一下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一起做游戏。游戏可以现在吗？
喂，八哥，八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最想给你打电话。一下子穿过来再吵。二号早晨八点，老地方见。苗子到了。哎，要得，不见不散。啊，那是我的宠物，它叫龟儿子。它不是乌龟。对，他的名字是呀，天色已晚，你有住的地方吗？你住哪里我住哪里，我负责贴身保护你。啊，贴身那孤男寡女不合适，那么快就同居了，要是让房东太太晓得了，要不就吃了我，要不就会把我撵出去。我站在这儿就可以。我躺着你站着，我睡着你看着，我也睡不着。我可以背对着你站着，进入休眠状态，当你需要我随时醒来保护你。你不要一口一个保护我，啥子照顾我，你都睡里的。请对我发出休眠指令。啥指令？说晚安。哦，下达指令，晚安 good night。晚安 ，Good night。哎，你还没有跟我说，啷个唤醒你呢？开机 ，Hello， I'm not you。 嘿，你给我的狗狗。干什么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都是看一下，都是看一下未来的科技发展成啥子样子了。可以。早饭快好了。哇！我从长大之后，我都没在家里吃过饭。那是啥子粥啊？恁好喝？是鲜美的龟儿子粥。我要出门去工作，你就在家里等我。那门锁呢？我回来修。你可以先用凳子把门抵上。
我跟你一起去。用捕捉？我是你的女朋友，负责贴身保护你。第一，我从来没承认过你是我女朋友，你不要出去乱说。啊，你都是一个电子产品，不是真正的女人。你让我邻居看见了，我没办法解释。第二，你保护我，你哪个保护我？你来我家第二天，就把我的宠物给吃了。你晓得我为啥子叫他龟儿子？我希望他长寿，能活得久一点。可你倒好，给你点个赞。谢谢你的夸奖。那不是夸奖，夸奖，你真的真的真的还不错，那是夸奖。那是生气。我学会了，现在可以跟你一起出门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真的要跟我出去，你起码换个低调点的衣服啊，像我一样。上课要迟到了，小点了。方月，你再不叫方柱，我用水泥把你天台的门封上。那你还要费力的去买水泥、活水泥，不如等我几天，我帮你买水泥，把我自己闷死了。我先糊上你那破嘴。那个时代偷东西不犯法吗？方月儿，小白啊，是的，王姐。哎，啥时候有空？我家那个卫星波信号又不好了，去给我看一下噻。没得问题。那是你女朋友啊？哪个可能？啊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王姐。哎，记得给我修锅嘛。哎，有的有的。听广众，那是个杀手，那是个杀手，说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等一下。哎，搞快点哦，都发车了的吧？搞快点，搞快点。还在车上啊，过了桥还有一站都到了，没想到今天那么堵。今天带的是日本客，所以要求准时，你迟到了扣你是老子钱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师傅行，好，让我下去吧，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啊，马上就要炸出来。快给我飙在车上了，你撒谎。哎，真是，
谢秀，你莫急，我马上跑过去。哇，这位是，这位，那这位是我的一个朋友啊。我今天要是方便的话，我想带他转一转；要是不方便的话，我就方便方便，特别方便。小妹妹，你好，我姓钟，我叫钟八，他叫初一，让我想起了高三的女朋友。哎呀呀！上错了，上错了，上错了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丽的鱼城，我是方圆，大家可以叫我小方方。我是方圆几公里之内最优秀的地陪。跳得慢点。流浪下来了。那是啥子？这就是我在屋头拿到电影对住了噻。有哪个电影对的？今天老公不在家。那种电影，我都可以翻译。你看你娃想的好杂，不但老公不在家，老婆又不在家噻。那哪个在家？先开始只有一个保姆，后来来了一个送外卖。老，你管哪个在家？怎么翻译？哎呦，你在干啥？难得说。こんにちは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美しい旅程へようこそ。私は近くの地形で一番優れたがいいの。忘れられない仕事の前でお過ごします。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景点是长江蜀道。他已经工作了30年。长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又被没坐过，还想坐一盘。你放心嘛，我扯谎嘛，那个嘛，我真的没喝酒。哦，阿德，嗯。哎。看到你我就要，因为你太甜了，我就是扛不住你的微笑。哎，差不多了。一个女孩子啊，喝白酒吃臭豆腐，是不是有点重口了？すみません。啥子重口？これ安全ですか？私たちも乗っていいですか？他问你那个项目安全吗？可以去玩耍吗？啊，告诉他。安全。对，你之前每回带团呢不都收钱吗？我说错了，我上次收过钱。你跟我说喝东西啊，能做就要多花钱，都是你跟我讲的，你下回有这样团不叫我。那你啥子意思？你娃就是想带他们去逛购物街呗，今天耍一定要耍。好，来，那里人员
死，好高啊，饿死。真是的，哎呦，感谢上天，今天没有让我挂掉。来，庆祝一下，再喝一个，来。哎，所以你喝酒啊？白天不好意思让你一个人在这干活，我没有陪你。哦呦，够吗？哎，能喝少点，继续。哦，太霸气了！好，既然你这么有兴致，今天我就陪你啊！我陪你嗨到喝到这个海枯石烂、天荒地老啊！哎呀，八哥，你行了，你真的喝不了。我喝不贪，我一个老爷们，我喝不一个女的。我告诉你，他喝一口，喝完了是吧？好，要得。吃吧吃吧，注意注意注意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类似一杯牛奶，有助于睡眠。来，切实。是因为我很开心，我真的想感谢你，情不自禁的就表达了一下。不要介意。为什么要介意？因为那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啊。我们不就是很亲密的关系？我是你的，你不让我说那句话。需要洗澡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都是好奇，纯属好奇。当我没说。当你睡着之后，我会快速的清洁好自己。嗯，我先睡了。Good night。真的，这个店你盘走吧，我给你打雪折。好坏是个自己的买卖嘛，比你打临时工强噻。
临时工有啥子问题？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想干活都干活，不想干活都躺着，没得压力。哎，一个小子上哪儿去骗了个那么漂亮的女朋友啊？关你屁事，老实点。笑了，两百。两百？你把那个点拿走吧，这个活路我一个收了人家一百，给你80，我就有个眼睛。好的。哎，你个龟儿子，拿走嘛。行了，反正我也干不到好久了。逗你这个啥子都不会修的样子，还好意思开店？哪个说你？喂喂，哪个形容你？自不量力，自取其辱，自己不晓得自己几斤几两，自说自话，自还有自残。转账怎么样？转账。初一。哭了，这个不救了我们，还是烧出哭了哭了，一定是天使救了我们，一定是天使。天使哪个了？哎呦，方圆，谢谢你了哈，一直帮我们那些老邻居的嘛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个妹儿哎，长得是真好看，还愿意帮你嘛。方圆儿，你快洗洗好不？你看人家妹儿的孩子都破了，你倒是整天人模狗样的，那么看得过起哟。来，妹儿，大姐给你钱，你去买双新鞋子。恁个乖的妹儿，趁着年轻，一定要精心打扮，你眼睛一定要放亮，不要一根筋。方圆儿，方圆儿，你快下来，我不修了，我去换个网络电视。你快走，我看到你就心烦。王姐，我啷个能要你的钱嘛？啊！你啷个也不帮我说说话？那些话要是传出去，以后我啷个和邻居们相处？放我下来。啊！孩子是啷个找我烧的？
再也不重要了。李磊的说辞能不能换呀？啊，每次都是那几句，听得我都要吐了。为啥子要换？那是一套不断更新、打磨出的完美的台词。你听过，顾客没有听过？啊，只要导游方圆到，所有顾客哈哈笑。为啥子要换啊？挂了噻，给我接了吧，过来噻。你不吃，你不吃。给了别人，不舍得的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终于想的真是周到啊！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快坐，坐，坐，快快坐。哎呀，初一啊，初一，你今天你这身衣服简直是穿的。节日快乐。我心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快点快点，来喽来喽，他真的来喽。来，一起喝一杯，生日快乐啊。要的要的。哎哎哎，今天小酌一下，点到为止啊。来，端午节快乐，端午快乐。天好，今天是我第一次主动邀请别人来家里，我也好久没和那么多人一起过过节了。上一次还是我小时候和我家里人，因为我害怕热闹之后大家都走了，那种安静的气氛会让我难受。不过那次不一样，因为有你，有你真好。我们一起回你的家乡看看吧。家乡已经没有我的家人了，我家人在一场地震中都离开了，那里的房子也都没有了，都重新建新的了。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了，没有家人的家乡叫啥子家乡？但是你心里是想回去的，对吗？哎呀，回去干啥子？我是回不去了。如果不回去，你会后悔的。等你老了，直到你死，心里总会惦记这件事，后悔自己没能回去一趟。我死了？嗯。
在李娜的年代，我老死了。嗯。真是可笑。我有能力把李造出来，却没有能力不要让我自己死掉。是人都会死的，机器也有它的寿命，这没什么可怕的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可以和我死去的奶奶团聚。过去的任何时间，但你不能和任何人说话。在的话应该已经当妈妈了吧。门前那条路还在等吗？还在问吗？问你可曾见过儿时的我。他说奶奶会等孩子回家，那边都是我的家，过了桥都是了。小的时候每回放学，奶奶都会站在桥中间等我。我不太喜欢跟奶奶一起回家，我都走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耍，耍到很晚才回来。不管多晚，奶奶都站在桥上等我。是房眼吗？是房眼吗？喂，喂，房眼。喂，不是我了吗？哎呀，赶快回家，奶奶给你煮了好多好吃的哟。
秋生没被老鼠攻击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别害怕，就在昨天，他在路口等我。再见的，不见的，依然深深呼唤我心里。孩子别怕，路上慢些走，他在尽头。大嫂小时候养的猫，它叫龟儿子。小时候我奶奶常常背着我，那时候我觉得我奶奶的背又宽又暖。哎，我背你啊。我开玩笑。你的背怎么那么凉？你的体温一直都是那么凉吗？有吗？有啊！哎啊啊啊！哎，开玩笑啊！我又开了个玩笑。其实你的背很暖，你的心更暖。来吧，我再背你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哎，你骗我！再背我一下，再背我一下。给未来的我，我长大了一定要成为特别特别伟大的科学家。累啊，都能修好家里的电视机了。奶奶都再也不用去邻居家看电视了。当个科学家为了修电视，谢谢你，累的不疼了。他们永远活在这里，只要你还没忘记，他们就永远不会消失。容易是不好的。
就是说朱一已经成了你的女朋友了呗？其实一直都是我女朋友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你让我出丑。我觉得我自己长得也不好看，也没啥子能力，害怕对人家负不了责任。负责？难道你现在觉得负责任了吗？我想试试。你个鬼儿子，你娃以后要是敢对初一不老实，看我怎么对你。方圆，以后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记得回来找我，八哥这里永远都有一口饭吃，因为我们是兄弟。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楚一。整上店的钱我会尽快给你。没关系，反正你跑不脱。你是不是没有啥子感觉？嗯。你心跳有没有加速的感觉？你有感觉吗？我有啊。我就像是都像是折了根电池一样，嘴麻麻的。我知道了，
等等啊！对不起，弄疼你了吗？那我再来一次。不用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需要。你生气了？我没生气。你到底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都愿意做。我是不是对你期望有点高了？我好像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关你屁事！关你屁事！你是不是无法对我产生感觉？其实我说你能说出啥子我爱你干什么，但起码我想能听到你对我说你能感受到我的心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真是想再试试用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。这样对人家，因为他打你，你明明是吃醋了。吃醋？你吃醋了，你还不承认？动不动都打人，动不动都打人，一点也不小小利人。你啥蛋都干啥子？哪个不过来拍拍我？
哪个那个时间。你到底是不是女的？我跟人家那样子，你会不开心吗？不会不高兴，只是玩得太晚了，会影响明天的工作。你不是会一直学习，一直根据我的指令不断更新吗？你不是会学习跟人类一样的情感和行为模式吗？没啥子感受不到我的心，我不需要你能说出我爱你那样的话，但至少我希望你对我说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。不要再跟着我了，你走吧，不需要你了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，下达指令。你就在那里，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，都是你从哪里来，都回哪里去。像你那种又能吃又粗鲁力气又大又暴力的女孩子，哪个受得了你？你不节制，不懂事，没有分寸，还无理取闹，我不需要你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相逢一场不容易，虽然短暂，但哪怕只有一点点开心的记忆，都很好了。你走吧。你真的要是走了，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你听清楚了吗？永远陪在你身边，心情辗转多少愁是甜，你是第一人生不会变。誓言一生都温暖初春，我想起昨晚我对他说的话，好像是去年遇见那个和他长得一样的女孩时他对我说的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子会对初一说出那些，可是我心里不是那么想的，我是在说反话。还能不能挽留，是否偶尔会想起我。你走以后，我想在沙漠中游泳，在回忆里留守。我们
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。是叫你不要随便碰我东西，你听不懂人话了是吧？你晓得里面有多重要的东西吗？用你的老母你也赔不起。妈的，你跟你爸爸说的那是人话吗？叔叔，都算是儿子也不能惯着，今天他可以骂你，明天他就可以打你。龟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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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应该跟你说那些话。先别说这些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Thank you.
快走。要走一起走。夏大子里，我不会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，我再也不会跟你分开。对不起，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，这次不能完成你的指令了。不要了，克苏。我会把你修好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修好的。我会让你哭，我会让你笑，我会让你感受到爱，感受到世界上一切的美好。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去和真正的人谈恋爱吧。未来的你也不希望我拥有太多情绪，变得冲动和不稳定。但是我的情感凭证好像受到损坏了，因为现在我能感受到你的心了。我过来一下，怎么了？那边有一个机器人，长得跟你一模一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在哪儿了？你跟我过来。真的和我长得好像啊。他是哪一年造的？公元2086年。这老头又是什么机器人？方圆。方圆。我们进下一件拍品，这款女机器人虽然物理生命已经结束了，但是脑中载有当时记忆的芯片还在完好的运行。 L086 号成交。恭喜你，
你们将护送这款机器人曾经的主人做持有的吉祥物。蓝破万是啥子蓝破万？要不问好蓝记，还不如叫初一。开心吗？你好，我叫初一，是鲜美的，归而自终。你分分，你要是走了，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。我能感受到你的幸福。我已经把他的记忆完全复制到了我的记忆里，获得了短期的时间旅行许可。于是我见到了他，见到了活着的他。也许是因为带着机器人的记忆，我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就莫名的爱上他了。这次我又回到了他的世界。我能感受到你的心。你好，我是川。时光，请往
前那条路还在等吗？还在问吗？问你可曾见过儿时的我？能不能不做大人了？有颗糖就开心的年华。等一下，请等我一下。岁月笑着扬起手中沙，那消失的、告别的，站在路旁挥手不说话，变作沿途微亮的灯火，温暖晚归的我。我们单枪匹马，各自远方。原来从未走出那片屋檐，藏在老榕树下，小小街上，多想回家，悄悄。闪闪呼唤我姓名，孩子别